而且它毛很软，对不对？嗯，超嫩的，嫩狗狗毛也很软，啊，用走的，嗯，东西确定东西到哪了哈？嗯。
吃饭，没有去吃饭，就都要吃。太小了。恐怖的风，是风吗？是风吗？把树上都吹下来了吧？嗯，刚迎面来一堆粉粉的雪，好冷哦，好冷哦，冷哦，冷不冷？冷，也冷不冷？前到，四十五分以那个餐厅为起点，或者是其他地方应该也很快。嗯，所以现在有。其实我们下去了，到上怎么上离海的？没有啊，那你没办法计算他的坐缆车啊、滑的什么的时间。以这里为例，可能这里滑两次就到了，还是三次就到四十分。有那么久？我不知道。刚刚骑单车十分，就换这个滑两次，这个滑一次。上次台不追求了，因为真的会要花力气滑回去，有点累的感觉。不会啊，就是一直横贴不就回去了？我说的花力气是说上次台在那里跳跳跳，要花。要花大腿的力。现在没几人，哇，超好，缆车又快。你别幻想哎、欸，不用幻想哎、欸，那个，我们现在到处滑都是这个状况，他就会。
没有。没差，也没有要录啊。不用了。1.5秒，差不多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不要再一次，你要行的话就走掉。我要再一次，换你在我后面。刚刚是我在，我没有办法在你后面。为什么？我太慢了。不是，这个的控制度是我觉得我自己说觉得不大行，我就要放松。那我一松，前面有个人在那，我要怎么松？哦。你真的要多滑的话，现在就该走了。在这一道再滑还是怎样？要
要去哪里，你要同时考虑往上坐跟往下滑。不是说，上次有一个不是走大平原回家方法，不是是就会经过32啊，然后33啊什么的，那个。那很慢啊，那个是从用推推推呢。哦。我当然是不要啊，现在大平是最好的路。不是因为说他不用坐缆车，而且他也几乎不用推。大平我要推耶，我大平推很多耶。那已经不错了。走不到啊，那走别的路，让你推个够。你很耐心耶。我就是你又没有在那边记录，然后只觉得说可以走。我已经推很累了。其他的更累了。你不觉得突然空气清晰了吗？那是因为没有风啊。嗯。你还要再滑这？这一次不想哦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我就前面滑，我就先滑走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没办法跟你，那我先走前面，我就滑走啊。滑走。然后我在缆车站这边等。大坪啊？这里啦，这里这一段。在缆车站等哦。对啊。有帮我录我后面，不要勉强。哦，觉得不冷，希望能一直维持就好了。
那就去Sunrise做一次吧。这是最后吧？没有。你现在回去就我们做四人的，我还要去做一次。跟着别人的路线走，对不对？晨晨说妙蛙种子跟什么东西？妙蛙种子跟妙蛙种子进化的什么东西？反正都是那个绿绿的，只是它长大了会变另外一个。要我去帮你买吗？什么叫你去帮我买？哦，我就跟你说，我觉得今天回去去车站，我觉得不见得买得到，因为那间店很变小了。变一半的大小，然后它角色那么多，妙蛙种子很热门吧？应该热门吧？哦，是，你觉得应该买到？快点，你觉得要去买还是回家就去买？我之后再说你去买。都可以啊。我本来是想说我们去 PCR 那天，然后可以去。你的店可能11点才开啊？你的时间差。对啊。我查一下 ，Pokemon Store。因为他在百货公司吼，真的很难说。对，这也是很满啊，他也没有要请啊，都是啊。
就说啦，36分上车回家，现在36分。你说什么？不要啊！我也没去过。没空了啦，没空了。不会，那我过去滑一次。然后过来回来上不了车。是一点要回饭店。我觉得一点有上车就好。那也就是缩短了收雪板的时间啊，那你又不能拿吹风机吹它。没有啊？啊？有开就有开啊。就算它有开，就跟滑这也差不了多少。它很大的面啊，它很大的面，这也很大的面啊。我也想滑那个，我想滑那个，觉得太远了，其实。现在再说这个。什么？现在这个上去下来，你滑到那里也就快一点了。接着你那边还要接回来，搞不好是要走的。没有啊，那里就有一人坐的啊，他滑下来后就是一人坐，一人坐在拉上来啊。好啊，那你去吧。不管我啊。对啊，我不用管你，反正到时候你万一出上不去，你就去买点数券吧。我的话在旅馆等你啊。我没有想滑，现在回去时间刚好，现在也不是说我想加就加了，现在是让你做到这一个了，所以差不多时间就差不多是这样。就滑一次三乱是吗？没有，现在这样滑不到。现在是滑会从 Sunrise 的边边切回去而已啊，滑不到 Sunrise 自己啊，我也没有要滑，我现在是要接回去，回旅馆。可是每次讲的时间都一样。50分是从那个乌龙面开始出发，10分钟到这里，10分钟也才到那，才大概才40分。
好啊，那桑拉也是可以加。都已经在这里了，然后也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。不是，就是对我来讲，我多滑那一下没什么意思。我追求舒服。哪里不舒服？赶就是不舒服。哪里有赶啊？就是赶啊，这样就是要赶啊。这缩雪板时间还好。比较高的话，缆车的速度跟风力有关系，风大一点它就要慢一点，差不多速度了。对，刚刚这坚持它比我们慢，我要追上它，因为它应该在我们前面很多哎，出发的时候。好，这段也要时间了。你都觉得现在45分，你就讲的一副就是你想去滑哪里，你瞬间就可以到那里的感觉，然后完全不滑。
是 Sunrise。那去啊去啊。教学道呢？你都在幻想没人，那雪场开起来是给谁滑的？我手手太笨拙了，没办法写，来不及画下去，画太短了。就回家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生气啊。我就是在生气啊，那就是生气。哎，不是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在算时间？没有，就觉得一点回去就好了啊。现在不是一点到旅馆啊。我就是觉得一点到旅馆就好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其实最差的状况是一点搭上最后一家回家了，说就好了。好啊，你花远一点啊，挑战啊，你去挑战。如果我们有早一点回来这边，你会不会想？就说了吗？那个大概九点以后，每个渠道对我来讲都差不多了。有花也 OK。哪里了？就刮走了，这边没有被刮。对啊，为什么要再来一次？你不会跑的最后一趟了，要开后面吗？我不知道后面开到什么。看一下我开到什么，歪歪斜斜。看一下开什么。还是歪歪斜斜的，看一
啊，就我们的旅馆啊。啊，对啊，那那个好像比较对速度比较好一些。所以我一直都连那个欧哈、欧希拉、欧希拉都有啊。但是我那欧希拉常常会断掉，我昨天晚上就是断掉，然后我们找都找不到的时候，然后一直有看到另外一个，都摆。啊，没有。我在人呢、啊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它叫什么东西啊？它叫什么？伊达波。啊。猫。每天都会一直讲。啊，今天的那个波塔路也可爱了。嗯。叫不出来。叫的是，而且你有饼干吗？没有，还是没有。生气。都会，然后还喜欢我。嗯。如果还会再来的话，今天我很奸诈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嗯。左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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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。上不去了。
果我刚没有等的话，我就要硬杀在中间。我等个十秒差不多。越来越高，越积越高。你说什么？
要停一下，再分一下，再停一下。没有啊，刚有人要过了，要走那边去了。